长征七号首飞，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技术突破，一个就是多目标的飞控，一个是呢多次变轨情况下轨道的精确确定和快速计算，还有一个就是新型返回舱采取的全新的载入返回方式，对于返回弹道计算以及落点预报，提出了新的要求。比如说安排他在1:01:01空去点火发动机开始工作，那个卫星它会准时在那时候发动机开始工作，让它工作五秒它就是工作五秒，这都是非常精准的。但是咱们现在上面级的话，它是靠自己在线的计算来判断自己在什么位置上，然后它自己来控制发动机工作，跟以往的卫星是的确是差别很大。多目标控制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，因为以往交会对接呢最多就是两个目标，但是四个目标的同时进行控制并发控制，对于控制系统的这种实时性操控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。